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onight's Chengdu Promotion Meeting for Chengdu Overseas Dream Committee and Chengdu's New Talent Policy. Let me start by thanking my good friend and City Chief Development Officer Andy Eaton to attend this conference.We are also honored to have the support from the City of Houston, Houston Technology Center,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Now let me introduce our guests from Chengdu Municipal Government.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活动。下面我先来介绍一下出席大会的成都代表团成员。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副主任吕伟阳先生。一个吕伟阳 Vice Director General of 成都 Municipal Foreign an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杨怡，杨怡女士，成都市委组织部人才处处长。杨怡，Division Chief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CPC 成都 Committee。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处长王磊先生。Chief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Working Committee of CPC。 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副处长李璐先生，李璐女士。今天出席今天的会议的外方嘉宾有休斯敦市长代表、休斯敦市长代表、休斯敦首席发展官安迪·伊肯先生 ，Mr. Andy Eaton, Chief Development Officer of City of Houston。Let me bring greetings from the City of Houston, from the Mayor of the City of Houston, to all that are here today.We welcome foreign visitors here. We especially welcome our Chinese friends and those that have taken the time to come and see what the City of Houston has to offer. It is because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a in the China-Houston Innovation Center that this is a heart of the City of Houston also. We both know that innovation is important to our future.And in fact, just today, I was reviewing some innovation concepts with the mayor on how it is important to the Houston economy. So I'm sure there are many ideas we can share together. I know how important mutual relationships are between Houst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in fact, China today is the second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the city of Houston. In my role, I have been to China 4 times in the last 6 years.And every time that I've been there, I've enjoyed and learned something else. 我和市长今年下半年要去访问中国，也是要希望和中国有进一步的交流。We're here to answer questions, to b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Houston is a place open for business, open for cultural exchanges,and open for people-to-people conversations. 我们在这里就是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休斯顿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欢迎大家，欢迎各方面的交流，人和人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项目项目、生意方面各方面的交流，欢迎。So let me just say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and I hope that our dialogue continues. 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希望。
In my opinion, 在我们参议澳门的美好日子里，非常荣幸，与大家在休斯顿相聚。希望通过此次举办的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扩大成都与休斯顿等国界的交流与合作，让各位嘉宾更多地了解成都的发展现状，共同捕捉发展机遇。刚才呢，大家也看到了，通过这个宣传片，看到了成都的一些关情况的介绍。成都呢，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4500多年文明史和2300多年建城史，是中国唯一从建城开始，没有更名，没有迁址的城市，素有天府中国的美誉。2016年。在国务院侨办的大力支持下，中国西部首家侨务院在成都设立。正如侨务院项目所赋予的，希望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各领域的专业人士，在祖籍国这片故土或热土上，能够找到创新创业的舞台，同源共享中国梦。为了能够来融创业发展的各类人才、专业人士提供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成都市政府先后出台了《成都人才新政十条》和《成都人才36条》，从资金资助、平台支撑、综合服务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保障。接下来的那个安排里面呢，我们要分别介绍成都侨务院的建设。和成都人才新政的进阶吧。各位嘉宾，成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此诚挚邀请各位朋友到成都去感受深厚浓厚的历史文化和利益创新的现代化这个建设成果。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实地考察，你会有喜欢上成都这座美丽的城市，期待着大家能在成都相见。谢谢大家。下面由美中合作委员会和成都高新区交换合作签约文本。下面由我来向各位来宾就成都侨务院的基本情况做一个简要汇报。换侨创新这个构想是在2015年形成，2016年正式启动实施，目的是为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的侨商和华侨华人提供全链条服务。计划到2020年，我们可以为侨胞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健全的政策、更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这其中，侨务院是核心的新型创新服务基地。侨务院是国务院侨办着眼发挥海外侨务资源优势，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会同相关地方政府共同建设的示范性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要创业就要有经验，要创新就要有平台，要发展就要有空间。侨务院就是为广大侨胞打造的基地，也是打通全球创新人才和资源引进通道，目的是促进侨界的多种资源综合集成、融合发展。四川成都侨务院，2016年9月，中国西部首家侨务院在四川成都揭牌。由成都高新区和成都区金融镇组成。成都高新区在2015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7年4月正式挂牌。成都区金融镇在2016年被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为首批国家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我们通过以推动华侨华人回国创业为主线，以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核心的6条措施，积极建设成都侨务院，使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中心。
城东新区从1988年成立至今，现有绿化面积超过130平方公里，是四川省成都市经济密度发展最高的区域。自2008年开始，成都高新区的综合排名始终位居全国高新区前列，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拥有完善的基础配套和服务体系。2016年，在国家级高新区排名中，成都高新区继北京中关村、上海江山后位列全国第三。截止目前，成都高新区聚集包括英特尔、德州仪器、IBM 等世界500强企业115家，区内设厂的科技企业300余家。金融国际广场位于高新区南部园区，现有企业1000余家，是成都侨务院的核心区，主要从事新一代信息网络、电子核心技术产业、高端软件和新兴信息服务、生物医药等产业。郫都区金融镇已经改造完成孵化器运营区11万平方米，配套创业公寓19万平方米，创业服务中心、食堂等配套项目均已投入使用。金融镇汇聚了创新创业人才近万人，入驻项目1289个。创业环境优势、人才优势。成都高新区、郫都区金融镇这两个区域人才总量超28万，吸引了国家新人计划人才106人，在四川省占比超过40%。平台优势，成都市搭建了全方位的平台服务，包括公共技术、科技金融、信息资源、人才服务、成果转换。其中已经投入使用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67家，主要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个方向，大部分的产品跟设备都是免费提供给企业使用。孵化优势，共建成超过200万平方米，100余个孵化器，孵化载体建设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服务优势，成都高新区构建了331为主要内容的政务服务体系，建设运行四川首家以双创为主题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高效率的机构特色。金融小镇成立的魏桥服务工作站，受到了园区企业、投资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政策优势，一，在执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成都市在管理体制、引进培养等几个方面，综合提出人才36条，营造创新创业人才内海外的生态环境。二，外籍人士加在成都工程，通过强化涉外公共信息发布，提升涉外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城市涉外功能配套等工作，提升外籍人士在成都工作生活的便利化程度，增进外籍人士对成都的融入感和归属感，营造与国家中心城市相匹配的国际化氛围。外籍人士加在成都工程于2016年2月正式实施启动，涵盖了政府公共系统信息发布、涉外公共服务保障、涉外公共服务提升三大板块17个方面的工作。三，政策支持优势，高新区针对人才的引进，提出了创业天府引领工程，在引进引导多元人才的同时，也实施了本土培育工程。金融镇制定了若干政策，一同为双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科技金融，我们会针对中小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特定的投融资服务，包括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投融资增值服务，着力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生活配套优势，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成都市西部交通枢纽，“十三五”期间，成都机场拥乘量计划超过6000万人次，
成都第二机场飞行的机场正在建设，同时成都也是72小时过境免签城市之一。作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上的重要建议城市，西部中心城市，我们力争3年内将成都国际铁路网建设成全国功能设施最完善、通达能力最突出、通关服务最便捷的国际铁路网。生活配套，我们近几年在最具幸福感城市中排名位居首位。这是2017年全国一线城市房价的最新统计。与上述城市相比，我们的房价仍属于价值洼地。创业天赋行动计划海外行启动仪式。我宣布创业天赋海外行正式启动。